这是陈澄波画的静物画作的一张作品，叫做早餐。当然用西化的媒材来呈现这个早餐的题材，他就以西式的早餐来做他要描绘的对象。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左到右，各位看到这样的构图，有没有联想到他画的那一幅《我的家庭》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那这样的早餐呢，各位看到它的排列组合啊，中间有高的这个饮料的瓶子花瓶啊，再来按照它的高度呢慢慢慢慢就矮下来。那它这个视角就跟它画风景一样，居高临下的那个视角啊。各位在画画的时候有机会，你不妨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表现不同的题材，有时候是鸟瞰的方式，有的时候是仰角的方式啊，它有不同的一个呈现啊。有时候仰角就像他画玉山的那个概念，是从仰视他对玉山的崇拜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当画家他在取决于他的构图的形式的时候，他其实就表达的他想要表现的一个绘画的这个意涵在里面。那这个早餐都是他要实用的，他希望都能够表现到，所以说用这样的构图每一个都可以照顾到啊，也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我们讲静物的摆设有聚有散，就是说有一个主题，这边的画面感觉上它有很多的主题，它有很多的题材，但是它靠一个东西把这些全部扣进来。什么东西？这个红色的盆子啊，这个红色盆子之外，这些都围绕在这个红色盆子，所以说你看到它很多的东西在这边几乎等距离的放置的，但是又不会脱离主题太远，反而就借由这样的红色盆子把大家这个视觉的重点又放在这个中间啊。这个我是觉得它最高明的构图方式啊，大家不妨可以看到画面上早餐的可口，也可以看到画家他在结构上面的用心。